脸蜘蛛捕到帝王蝶，第一时间就会去把它放了。啊，为啥？因为 This is Sparta。 帝王蝶会把卵产在全株有毒的玛丽金上，幼虫一出生吃多了毒死，是真了。哦，玛丽金液脉里有高压粘液，不仅有毒，而且会快速凝固。吃个饭跟玩扫雷一样。是啊，三分之二的幼虫连第一天都活不过，可最终存活下来的幼虫壮硕且艳丽，仗着毒素招摇过时，大部分的鸟类都避而远之。哪怕最后化解成蝶了，玛丽金的毒素也还在。大哥，我来，我来。当然，投桃报李，帝王蝶也会为玛丽金授粉，帮助其繁衍生息。妈的！